为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日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90页，第一行第二个字开始啊，包罗表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包同包，跟底下这个包罗万象的包意思相同。罗者，家乡俗语，曰罗之言舍，故之包罗，即包容含舍之意。从这里来看，佛菩萨心量的广大，诸佛菩萨跟法界众生是平等的啊，只是觉悟了，究竟圆满的觉悟，尊称为佛。在中国尊称为圣人啊，那么中国的圣人跟印度的佛陀是不是完全相同呢？真的完全相同，那只是称名不一样。印度人称他为佛，为菩萨，中国人称为圣，称为贤。圣人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贤人是大悟，没有彻悟啊，何以见得？佛经上告诉我们，诸佛如来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没有起心动念啊，看得清楚，听得清楚，这是自信本具的般若起用啊，起作用。不但眼前的事项看得清楚，还能看到过去，也能看到未来，
这叫神通，这叫天眼，能听到过去，能听到未来。孔子距离我们2500年前，他讲东西你能听到，这叫天耳啊。六根启用称为六种神通啊，所以这为什么有大乘教里讲的好，没有别的，这些能力都是自性本自具足，本来就有，所以这个地方讲自然本然，它本来就是这样啊，因为我们有障碍，把我们的本能障碍住了，我们看不到过去，看不到未来啊，跟这个墙壁看不到跟别的人，这本能失掉了，不是真的失掉了啊，真的它存在，这叫迷失。我们现在有迷，什么是迷？起心动念是迷，分别执着是迷，如果我们不迷，我们见色闻声没有分别执着，这就不迷啊。没有分别执着，你的见，金刚经上说是无眼圆明啊，你有肉眼，有天眼，有法眼，有慧眼，有佛眼。佛有啊，无眼圆明。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个个都有啊，不是佛独有啊。所以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一句话，我们必须牢牢把它记住啊！我本来是佛，你本来是佛，他本来是佛，那我应该怎么样？对你对他，我都要包容，我都要把你当作真佛看待。为什么？你是真佛。你今天跟我一样迷了，变成凡夫了啊？为什么？见色闻声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个人就叫凡夫。本能有没有失掉了？没有失掉，障碍我们叫迷失，这个迷要破了，他的自信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那现在他现不出来，不能说他没有；现出来了，不能说他有。为什么？他本来就是这样的。那修行修什么？我们就明白了，把障碍除掉。怎么除掉？放下就是啊，我们常说别放在心上，这一句话就是修行的关键啊。什么叫修行？不放在心上，大修行人啊，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就麻烦了，放在心上障碍。为什么？心上没有这个东西啊，真心什么都没有。经典上讲的太多了，自信清净心中一法不立，念佛这个念头都没有。那由此可知，佛这个念头都是妄念，所以你念佛不能成佛。这跟你讲老实话，念佛的好处在哪里？往生极乐世界，妙就妙在此地啊。往生极乐世界有什么好处？生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保证你成佛。好处在这里，阿弥陀佛亲自教你，一对一的教我，佛有神通，阿弥陀佛的世界，往生的人无量无边，阿弥陀佛有能力现无量无边身，让每一个人都感觉到，佛是单单教我一个人，那与他不相干，与你也不相干。个个人都认为有佛单独教他，你想学什么就教你什么。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一门通了，门门都通了。为什么？一个自心变，只要你明心见性，无量无边的法门全通了。因为无量无边法门都是自性所现的，门不开，一门也入不了；门一开，一门入，门门入。包容含蓄，我们现在要学，我们的心量太小啊，不能包容别人。要学，什么人都能包容，什么事也能包容。从哪里下手？从包容。不能包容我们的人做起，这个人不能包容我，我要包容他。这个事不能包容我，我也包容他。从这做起，我们把话说白了，说俗了，就是一生当中不跟人对立，对立就是不能包容。他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他回报我，我赞叹他。为什么赞叹他？难得他替我消业障。你看他骂我，他侮辱我，羞辱我，我不生气。这功夫从哪来？这功夫是我能包容他来的。他不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什么？我知道自他是一体，自他不二，他不晓得。他也晓得就跟我一样了。自他一体，这个他是包括一切他，所有他，不是一个人。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有情众生跟我一体，人
跟我一体，不管他是哪里人，不管他是大人、小孩、男人、女人、贫富贵贱，不论，统统一体。不但众人是一体，有情众生也是一体。有情众生包括畜生、蚊虫蚂蚁，跟我一体。狮子老虎跟我也是一体。要包容啊，要尊重啊，要爱护啊，不能伤害啊，这叫佛法。佛法，佛是觉悟的意思。佛法就是你真的觉悟，你真的明白了，你真的不迷惑了，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要学习包容含蓄，表里，表是四象，里是离体啊，一个是从事上说的，一个是从理上说的。表里是一，不是二。体是一个，事是众多，众多之事一个理，多到什么程度？多到变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那什么四相嘛？六道轮回是四相，设法界一真庄严是四相，离一个，离是什么？自信的，就是真心啊！真心什么都没有。能现一切法啊，像我电视屏幕，屏幕一打开，一片光明，什么也没有，那就是理。再按上一个频道，哎，色相出现了，那就是表。表跟理是一，不是二。表是生灭法，理不生不灭啊，离是自信，是真心。佛家的名词很多，一百多，例如真如，都是讲的这。啊，我们信徒中讲的常寂光就是讲体，讲的是离体。啊，变法界、虚空界讲的是思想，是频道。啊，频道有几十个，一百多个，不一样。能现频道的这个色相啊，能现的只是一颗，就是一个屏幕，什么都没有。我们从这个地方细心去观察，慢慢的就有了概念了。啊，这个概念很好，这个概念能把我们边界打破。这个边界就是对立，两边。那我是一边，你是一边。啊，大是一边，小是一边，
长是一边，短是一边，对立的。啊，这个对立的概念不能有，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啊，宇宙之间只有一法，能现的自性所现的万法，自性能生能现。万法所生所现，能所是一，不是二。所以，包容是正确的，不能包容是错误的，是迷。觉了就包容，迷了他才有这个界限。啊，觉悟了界限没有了。啊，故知包罗表里者。这一句经文就是四力双运啊，表示四，里面就是理，真理啊，四力双运，圆是圆满，真真是能现的自性，俗是所现的十法界啊，并照都清楚都明了啊，对真不迷，对俗也不迷啊，俗是假象，是生灭法，是不可得啊，理是真相，真相里头没有妄想，所以他也不可得。啊，于是理事表里通通要放下。明了就好了。决定没有执着。决定没有起心动念就对了。啊，这是。理事双运真所变成众妙其收啊，万类普世妙是能现所现都叫妙，无量无边啊！我们看电视按频道，每个频道现的像不一样，但是都是生灭相，不是不生灭，都是生灭相，真妙啊！啊，万类也就是真妙，普世一法都不漏啊。大圆满的啊，也得大自在啊！上知下愚，悉得度脱，事出世间，融通无碍啊！这叫包罗表里，这是我们的心量。我们本来的心量跟诸佛菩萨完全相同，为什么佛菩萨能包容我们不能包容？佛菩萨明白了觉悟了，我们在迷惑我们糊涂愚痴，不知道事实真相啊，产生许许多多障碍，错了。啊，这向佛菩萨学习，上知是诸佛菩萨、阿罗汉这些等都可以是上知，下愚六道轮回的众生，下愚啊。
十法界里面，下面下于十六道，啊，上至是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悉得度脱，通通度脱，事出世间，融通无碍。我们要把心量尽量的放大，日常生活当中学习融通，圆融无碍，通达无碍，啊，对世间法没有障碍，出世间法也没障碍，你的心常住在禅定当中。为什么呢？不会被外面境界动摇，不会被外面境界干扰，啊，六根缘六尘境界，心是清净的，是平等，这是真修行人，真正的佛法受用，那就是真的说的融通无碍，圆融自在，下面过渡啊，过渡这两个字，无一本的五种原一本当中的无一本，经题上有过渡人道经，什么叫过渡人道经？过是通过，像过河一样，你过去了，啊，自己过去了，还有许多众生没有过来，怎么办？我们要去渡他，帮助他们过来，所以过是自渡，下面这个渡是渡众生，啊，渡人道。过渡在底下有表自出生死，这就是超越六道轮回，在六道里头就有生有死啊！我们现在一定要知道，六道不是真的假的，像做梦一样啊，可别把它当真，当真怎么样？你去造罪业，你去造业，你行善造善业，果报在三善道，行恶造恶业，果报在三途，三途六道你永远不能超越，错了，应该怎么样？断恶修善都不要放在心上，这就是练功夫，果然没有放在心上就开悟了，自自然然就过渡了，真妙啊！那为什么不能有念头？有念头就迷了，你看起心动念就迷了，就把自信变成阿赖耶了，啊，阿赖耶就变成六道轮回，
自作自受。本来有没有？没有。假的，就是因为什么？不知道假的，无知。无知就是愚痴。知道是假的，就不把它放在心上了。身心健康，这个要懂，然后要落实，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不放在心上，我们就很快可以能超越。啊，为什么？起心动念跟自信相应。啊，不跟虚妄相应。自信不生不灭，自信不起心不动念。我们不起心不动念不行，做不到。起心动念的习气太深了，太久了。啊，只要接触，哪有不起心动念的道理？啊，一般人也认为起心动念是应该的，是正常的。大乘法里，起心动念是极不平常。所以他们修，修到不起心不动念，就是法身菩萨。华严经上所说的，初住以上，啊，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四十个位次，再加上等觉，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他们起心动念不放在心上，他不起心不动念，他不能度众生。度众生要起心动念，我们度众生也起心动念放在心上，他起心动念不放在心上，比我们高明，就高明在这。他不放在心上，他不造业。啊，不造业的圣人，跟前面讲，包罗表里，不放在心上，心上有没有？没有，痕迹也找不到。事上有，心上没有。我们的大麻烦，事上有，心上又有。这个心是妄心，不是真心。真心绝对没有，我们妄心，妄心，大乘教叫做阿赖耶，阿赖耶是妄心。如何我们学习，在这个世界用真心，不用妄心？大乘教里的八个宗派。禅宗直截了当，就是叫人用真心，不用妄心。你只要用真心，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有妄心，就又搞轮回。脚下经典很多，很长时间了，才搞清楚了，放下了。啊，禅宗呢是度什么？根性最利的人，他不需要学那么多麻烦东西，
直截了当，几句话他就搞清楚了。啊，像我们这样说的禅宗东西，我们会说做不到啊。宗门的大德，他说到他做到了，不说也做到了，说也做到了。这是上上根人，这不是下雨。啊，故足人道，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度自己，也要度众生。菩提心，我说了十个字：真诚，是菩提心的本体。清净、平等，觉是菩提心的样子，菩提心的相，清净平等，作用是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成佛了。所用是成佛，啊，那我们要学，从哪里学？要用真诚心去学。佛教我们持戒，根本戒就是十善业道。只要入佛门，不管出家在家，不管男女老少，人人都要修学，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这对在家。不妄语，不念识，不恶口，不欺语，不贪，不嗔，不痴。从哪里学习？从这十条学习。你能真正做到这十条，起心动念都要想到这十条，有没有违背？没有违背，善行；有违背，恶行。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是标准啊。对人、对事、对物，时时刻刻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是不是经上讲的善男子、善女人？那个善，这十条都做到了，就是经常讲善男子、善女啊。佛讲经的对象，如果跟这个佛又犯了一条了，你都不算是善男子、善女，那佛经不是对你讲的。这是佛法。扎根的教学，你得有这个根呢、啊，没这个根不行啊。根之根就是十善业，从十善业道啊，再长出许多根来，根深蒂固啊，
这才管用啊！啊，解脱，解惑业之缚。啊，缚是绳索捆绑，把你绑起来，你不自由了。现在要把这个绳解开，叫解脱。啊，这个缚可以分两大类，就是此地说的，一个是迷惑，一个是造业。迷惑是什么？起心动念，啊，造业呢？起心动念是造业，分别执着是造业。啊，不起心不动念，无明烦恼破了，不分别不执着，见思尘沙烦恼断了。见思烦恼断，证阿罗汉果，永远脱离十法界。啊，在阿罗汉这个境界里头，他要不是为了度化众生，他决定没有现六道的相，他出离六道轮回了，回到六道来的那度众生，他跟菩萨度众生不一样，菩萨是普度，跟这个经上讲，他要度他过去生中跟他有缘的人，家亲眷属、亲朋好友，啊，他度这些人，跟他没有关系的，他离都不离。啊，不像菩萨，菩萨是见到就度。啊，所以菩萨度无缘众生，阿罗汉度有缘众生。脱三业之苦啊，三业就直六道轮回。为师书记玄奘大师的对于解脱，他讲得很明白，解为利夫，也就是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这都用缚来做比喻，解开了，你放下了，啊，解脱了，脱就自在了。小乘的解脱离六道轮回，大乘的解脱是离十法界。啊，超越十法界了。他到哪里去了？他到一真法界去了。啊，也就是十宝庄严土。我们念佛往生的人，通通是生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里面有四土三辈九品。名字上有，事实上呢，事实上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就是四十八愿的威神加持，在极乐世界平等待遇，
这是十方诸佛世界里的没有的啊，只有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儿有独家的，没有第二家。这个我们要搞清楚，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的，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到极乐世界不是到那里就马上成佛，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到那个地方等于成佛。为什么？你的智慧、你的道理、你的神通，跟佛好像没有两样。佛能做得到，你都能做到。啊，这什么原因？不是自己修得的，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的。一切的享受是阿弥陀佛给我们的。那在他方世界，那是菩萨自己要修无量劫才能得到大福报啊！啊，到极乐世界全得到了。啊，我也听人说，中国文化会复兴，佛教会复兴。佛教从哪个地方复兴？从净土宗复兴。我相信，我能接受，不反对，但是还是要我们努力，非常努力才行啊！要不努力难啊！净土宗如果不是认真修学，真正心愿持名也不行啊，这个法门也会断掉啊！要真干，要真有一些人来表法啊，以夏莲老汇集的佛书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依照这一部经典来修行，表现外面往生的时候自在往生，大家想想啊，来佛寺的是三位大德，海贤老和尚，他的母亲，他的师弟，都是不认识字，都是没有念过书，一生就是一生佛号，念到底，最后自在往生，日知是知。啊，他的妈妈往生，叫他，他还有个姐姐，海贤有个姐姐，把姐姐还有个侄女找来，找来干什么？看他自在往生。啊，结果他这个姐姐看到妈妈这么自在往生，他带他儿子来的，送妈妈往生走了之后，他就带到小孩出家了。哎，这不是假的，妈妈表演的啊，妈妈做出榜样。啊，做给他们看，也做给我们看，我们没有亲眼看到，
亲耳所闻，决定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些人现在在世间，我们要找到，难道还可以找到他们？啊，唯识所记里头讲的这两句话，透自在，啊，解是立缚的自在。又曰：解脱者，体解缘起，由烦恼障缚住有情，横处生死，正缘起矣，能力彼缚，离解脱名。这句话说得好啊，解脱是表啊，从外面看到的。体是什么呢？体是缘起，缘起是自性的本具的啊，缘起的起用就是自在。圆是圆满，即是清净即灭，也就是我们常说彻底放下，真放下，没有一样他不放下。佛法要放下，念佛人就是抓住一句阿弥陀佛，这个不放下，其他的统统放下。啊，有证明。海鲜老和尚这一帮人给我们作证的，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没有听过一次讲演，就是一句佛号，师父传给他。20岁出家剃度的时候，剃完了，师父教他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那么他的长处，一般人不能跟他相比的。他有三个长处，这就是他往生的本钱。第一个，老实，不自欺，不欺人。第二个，听话，师父教他的一句一直念下去，他就乖乖一直念下去，念了92年。心没有被任何动摇，听话了。三，正感，佛号日夜都不中断，睡眠中断了，醒过来赶紧接着念，这样的人肯真干的人，我们有理由能相信他。啊，功夫成片，3年可以得到。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看到，时时多多念佛人3年得到。我们能相信海鲜和尚3年得到啊，得到他没走，他向上提升，提升到
事一心不乱，需要多长的时间？我相信不会超过5年。3年的功夫成片，再加上5年事一心不乱，再加上5年，顶多10年，不可能超过10年。理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什么境界？就是法身菩萨啊，慧能大师是参禅修定到这个境界啊。释迦牟尼佛是30岁，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也是这个境界啊。所以海鲜老和尚，我估计他40岁，40岁前后，他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见性之后还不走，我们晓得他很想走，他是多次见阿弥陀佛，每一次见佛都向佛求，求佛带他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也去过几次，熟啊，一点怀疑都没有。阿弥陀佛告诉他，你修得不错，修学的理念不错，修学的方法不错，修学的效果不错，在这个世界多住几年，做个样子给别人看看。所以他是奉阿弥陀佛的命令叫他多住几年啊。什么时候来接他呢？佛也告诉了，什么时候有人带一本书给你，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阿弥陀佛就来接他往生。所以他天天在等，可不可能有人送给他？在我们想不可能。为什么？他不认识字，没有读过一本书，有人送他书不是挖苦他吗？明知道他一生不认识字啊，怎么可以带书去给他呢？所以这不可能啊。这一直等到2013年，2013年1月，真有个居士带着这本书啊到山上去看他啊。这个人到香港来看过我，把这个事情讲给我听。老和尚看到这本书，就急着走到他面前，这什么书啊？他就说，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我有生战死。他一听之后赶紧跑到房间，把这个红的袈裟披在身上把这个书请到手上来，拿在手上，请大家给他照相。他就是第三天他就走了没有告诉人，不告诉人，只是说我这几天要往生，不知道是哪一天要往生晚上往生，大家都累了都睡觉了，他一个人在小佛堂念佛他念佛从来不敲银磬，这一天念佛敲银磬，
第二天早晨大家起来，老和尚还没起来，请他起来吃早饭，房门打开走了，老和尚走了，解脱，真的是大自在。所以我们要记住这句话，烦恼丈夫横出生死，我们的毛病就是烦恼障碍，夫就是像绳索捆绑一样，出不了生死轮回，苦不堪言的，这人生也苦啊，尤其做现在这个世间人都苦啊。乾清、康熙、雍正、乾隆这三朝盛世，中国在全世界国力是最强盛的，150年的，真是泱泱大国。那个时候的社会安定啊，人民有福报啊，生在那个时代。我们生在这个时代，世界动乱啊，贵而不安，富而不乐，你说好可怜。我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真正身心安稳能平安度过的是什么人？出家学佛的，为什么？万缘放下，一心一念执念佛求往生，在这个世界与人无争，与世无求，所以心安理得了。不是这样的人，这日子难过。我们看到替他可怜，讲经教学是劝大家，勉励大家，要求别受这苦，这苦受得很冤枉。正缘起矣，能离必复，所以列解脱名这名称。盖为深中大愿，往生极乐世界这些人都有这个大愿，能念自出生死，自己往生，并摄一切有情，出离生死，永得解脱，故曰过度解脱。我们自己了生死，脱离轮回了，也要帮助别人。帮助谁？帮助能够接受的人，能够相信的人，一定要帮助他。不相信，也给他讲，让他阿赖耶识里头有这个种子，来生后世遇到净宗，这个种子就是缘，跟佛有缘。带下一批吧，这一批他不能去，再赶下一批。这个心好啊。我们再看第三这一段，显现妙用。
明心见性，心是真心啊。这分两小段来说明，前面一小段显性自然，自然太好了啊，然后才显得妙用啊，性里头本来具足无量智慧，万德万能的自然有，就是六祖慧能所说的自性什么样，本自具足啊，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用这三句全包括了啊，整个宇宙都在里头。佛法叫十法界一真庄严，自信现典，能生万法，能大师的无惧讲绝了。五祖听到这里就告诉不要讲了，一波就给他了。无惧讲的大圆满，我们看底下这段经文，自然保守，真正切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由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这里总共九句经文，都讲自然。为什么本有的？不是外头来的，也不是你修得的。啊，修得就不自然了，这个意思是。所以不要盲修瞎练，那修什么？淘汰烦恼习气就成了，因为你一切本有啊。啊，现在外面盖了灰尘，你迷失了方向，你把这个东西洗洗干净，他就现前了，他本来就是这样的，啊，不是你得到的，啊，智慧现前，啊，得到定，定开悟了，一切明了了，自然明了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那个叫自然自见。为什么会自见？自然而有，它本来就有啊，只是有障碍，你今天有方法把障碍去掉了，它自然现前，自然起作用，作用是大德大能，无量无边，
要在这里下功夫，要放下，要舍。不放下啊，虽然念了很多佛说自然有，你就不肯把那个障碍东西去掉啊，不肯放下啊。啊，试试看，一点一点放，一点一点的放光，那个光就越来越大，妙不可言的。我们看念老的注解，真的这个经文，包括注解，字字句句都是宝。我们学过来的时候要肯用啊，每一品经，每一页的文字都在放光显瑞啊，无量无边的智慧的能就在我们面前跳舞，我们坐在这里观赏啊，自信的妙用。啊，这个里头说了自然保守，自然中自然相，自然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最深是没得比，无法比，好，这一段禅宗的味道很浓。我们看念老出去，自然保守，真真见本。这个自然保守，就是禅宗里头所说的保任啊，保任这两个字，禅宗用的最多，特别是语录啊，祖师大德的语录说的很多。啊，保任，任就是任运，任运就是自然，要行便行，要做便做，想怎么就怎么，爱什么就怎么，这自在啊。啊，保者给我们一个字一个字解释，念念不移，这就是保。我们念佛，一句佛号接着一句佛号，这就是保。保就有用啊，这就是功夫，你真正能保得住，念念不移啊，不许可妄想杂念缠起来，这叫保啊。保住什么？保住这一句佛号，永远就是一句佛号啊，不能有杂念进来，不能有妄想进来，这叫念佛功夫得力啊！你的功夫得不得力，就在这个地方啊！功夫得力，往生快呀、啊！
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宋朝盈窟法师啊，这是一个不守清规的出家人，一般人都瞧不起他，破戒。不守戒律，不守清规啊，还好他相信有地狱，所以有时候自己反省，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地狱业，想到地狱就害怕，但是天天还是干。为什么干？烦恼习气压不住，习气太重了。这种人有啊，我们只要一留意啊，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就看到。啊，这样的人最重要是自己要觉悟才能修，别人劝他他不听啊，啊，盈窟觉悟了，觉得自己将来必定堕地狱。就像同参道友请教，有没有哪一个能救我，让我不堕地狱？啊，就有一个同参。给他一本往生传，叫他自己去看。他把这本书看了之后，念佛往生，他很感激。他把疗房门关起来，自己就一句佛号念到底，求佛。三天三夜没睡觉，不眠不休，也不吃饭，拼命念的啊，果然把阿弥陀佛念来了，真心的，这三天三夜也真心的，这不是妄想啊。啊，佛现前的时候求佛，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你好好用功，十年之后阿弥陀佛来接他，我是这佛亲自告诉他。他听了之后向佛求，求佛带他走，他说不行，我劣根性很重，经不起诱惑，如果这个十年我不知道造多少罪业，我怕去不了，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阿弥陀佛就答应他了，就跟他约定，好，三天之后我来接你。那这个三天之后是叫他表法，让大家都知道念佛法门，你看盈窟啊，这不是一个好法师，这是无恶不作的法师，居然三天再加三天六天，阿弥陀佛就接他往生了，给一般人看到的人听到的信心十足啊，真干呐、啊！啊，这样他就把房门打开，告诉大家同参的。啊，我念佛，阿弥陀佛来了。啊，阿弥陀佛给我约定，三天之后来接我。大家没有一个人相信，没人相信。啊，都笑话他。好在三天不长，大家坐在那看，
看三天之后你怎么样对待大众。啊，三天之后果然他就要求大众送他往生。啊，大家很欢喜，我就送你往生，看你怎么往生。啊，念阿弥陀佛送他。念大概一刻钟，古时候一刻是我们的半个小时，因为中国用12个时辰，子丑寅卯12支啊，所以一刻相当于我们半个小时啊，念了一刻钟，他就向大家宣布阿弥陀佛来了，在门口大家没看到，他看到了，他就跟阿弥陀佛走了，真去了啊，坐在那个地方真走了。这个公案被记载下来，写在净土神仙录里头。我们有造罪，有错误，大概还跟盈科比还比他差一级啊，他出了名的，我们现在没出名，他出名，他能做得到，我们也能做得到，尤其是他那个时候宋朝佛法鼎盛的时期，唐宋的佛法学佛的人多，成就的人多，现在佛法衰啊，佛法衰能有人这么干呢、啊、更难能可贵啊，佛哪有不来的道理，啊，真正想见佛你就能见得到。我相信海鲜老和尚见阿弥陀佛见极乐世界决定不会少过十次，92年嘛，啊，东晋圆公大师、慧远大师一生见阿弥陀佛三次，啊，最后阿弥陀佛来接往生，那是第四次接他往生，在没有往生之前的时候，三次见阿弥陀佛，见到极乐世界。啊，所以我相信海鲜老和尚92年10次以上啊，所以他信心十足啊。阿弥陀佛答应他接到往生，佛金口玉言不会欺骗你的啊，所以他也很开心，自度度他，自度一句佛号，度他让别人看到的样子，你就照他这个样子干，决定得胜。宗门保人念念相许这一句阿弥陀佛啊，自然任运保守就叫报人。啊，我们今天要报人，把这句佛号报人住。真的一真法界，所以叫真真戒本。为什么？他从来没有染污过。
慧能大师说得好，本自清净，啊，什么都不能染污它。一真法界，真如本性，妙明真心，于本心真实之际中的真子，一个意思。啊，经云真真者，说了两个真，表非对妄而说之真。啊，世间人常讲真的，真的对面是假的，假的对面是真的。啊，真真没有对面的，就是真的。真假的真，并不是真真，真真是自信，自信没有对立的，这才叫真正啊！有真就有妄，有妄就有真，那是对立的真，那不是真正啊，不是自信。这你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真正是自信啊，不是对立的。这一句说得好。说得非常重要啊，让我们不至于产生误会。这个真，真如自性，真如自性是没有对比的。啊，那么这就是绝对之真。啊，这就是真中之真。戒，戒是无垢。没有染污，白是清白啊，洁白啊，白是污染。即六祖曰：“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啊，六祖向五祖报告的时候。心是什么样子？这是第一句啊，第一句就是真真，就是无垢。啊，白污染啊，戒是无垢，白是污染啊，所以这四个字。能大师讲的跟这是一个意思，本自清净。下面举百丈禅师的话，也就是百丈禅师所说的心性无染，本自圆真。圆是圆满，成是成就啊，本自圆真。这里头的意思很深啊，所保认者呢，真是此无染本性之绝代真性。禅宗功夫就在此地啊，完全用真性，不用妄性。日常生活待人接物一片真诚，这个真诚不是此地所说的真诚，
这个真诚是从真正里面流出来的，它的本体是真诚啊，流出来的我们叫真诚心啊，或者我们叫真诚，诚意的诚，出世在人间无。显示出来外面是绝没有欺骗人，不自欺不欺人，这是真啊，真的外面的样子我们要用这个方法对待我们持名念佛，希望我们这句佛号不中断，真正能保持啊，无上往生论里头说，无上者，此道穷理尽性，更无过者。这个道，理到尽头了，理到尽头，穷理。尽心啊，心达到圆满了，没有丝毫欠欠缺了，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一样能超过，就是这个意思。如宗门宝经三昧里讲，勤行密用，如玉如露，但能相续，名著中著。宗门里头参禅，怎么参法？此地举个例子，这是很高的境界。他们修行，外表看不出来，也没看到他用功。要是盘腿面壁，他在那打瞌睡，你叫他，他也不答应你；你推他，他也不动。喊他不应，实在讲他真的在参啊，所以我们看起来如玉像个呆子一样，如也是愚笨，跟玉的意思一样啊，没有智慧啊，愚痴人啊，看样子他是这么个样子啊，可是怎么样的？他能念念相续，什么念？无念，不起心不动念，不起心不动念，念念相续，念念都是没有起心，念念都是没有动念，这是什么？这就是真心，这就是真正。真正是主中之主，为什么叫主中主？能生万物，慧能大师说能生万法。那么我们就知道了，慧能大师在黄梅，每天干什么？舂米破柴。啊，外面是在干活啊，冲鱼破柴啊，里面怎么样？里面他真真主主，他相续不断的。那这样的境界的时候，可以说无祖慧下找不到第二个人，
啊，他确实是大彻大悟，他用真正，他用主主，真真主主能相续，慧能怎么开悟？所以，他的报告20个字就解决了。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能大师的这句话讲什么？就是讲此地的真正。啊，宗门里面讲的主中主，此真不多法身所中啊。41位法身大士，他超越了。啊，41位法身大士最高的等级。他是妙觉，超越了。毗卢顶上，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是法身佛，法身没相。我们要给他说个相。把他供在大殿里，这是毗卢遮那如来，让他来代表法身佛。毗卢顶上行，超越了。为什么？超越上面是平等境界，常寂光啊，净土叫常寂光啊，教下叫法身。法身常寂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全在观觉常寂光中啊，也就是我们确实是在毗卢顶上，自己不知道，一点感觉都没有啊，所感觉到的都是烦恼、痛苦。啊，起心动念全是造业障，干这个事情错了。啊，错怎么样？不知错，这错中之错更错了。啊，所以我劝同学，我们要死心塌地。佛教就这一本书够了。这一本书《无量寿经》，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多次宣讲，佛一生在世任何一部经只讲一遍，从来没有讲过第二遍，只有这一部经是多次宣讲。为什么？它太重要了。你得到这个可以成佛，你得到别的结善根，跟佛结个善缘，你不能成就，你做不到。所以佛慈悲啊，到底讲多少遍？根据5种原译本来观察，至少3遍。那我们12种的翻译本，7种失传了。
那世传里面要是通通存在的话，可能不止这么多啊。内蒙的金教授他来告诉我，他到我这儿来过，蒙古文大藏经里面无量寿经有十几种，将近二十种。我当时就请向他请教，希望他把这些无量寿经统统翻成汉文，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可能会发现不止三次。从这里想到佛是多么慈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也，对我们的关怀，对我们的帮助，用心到基础，我们不能不感恩。具体感恩报恩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啊，不辜负他的苦心。禅宗极则是净土之极光上上品，这两句连起来好，这是念老师的啊。禅宗到基础跟净宗到极光上上品完全相同，没有两样。那么走尽头这条路是捷径啊，直路啊，很快达到。极光上上品难了，啊，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之后，生十报土，要把四十一品无明习气断尽，需要三个阿僧祇劫，也就是化身菩萨在十报土要住多久？要住三个阿僧祇劫，无始无明习气完全断掉。它是极光上上品，极光里头只有上上品，没有上中上下，没有啊。到这个地方是究竟大圆满，学佛真正拿到博士学位。不容易，所以从这地方你多看多听多比较，你就晓得我们今天遇的是什么法门，得自己庆幸，真正庆幸佛号不间断。静定安乐，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佛家里面讲皆大欢喜啊，欢喜什么？静定安乐，你怎么会不快乐？人生最高的享受。还有这个吗？啊，清净就是不染。
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受干扰，定是不动摇，为什么你不动摇？因为你住在真正，所以你静定安乐，你自在无碍，啊，这个安乐两个字安然自在，人云常乐。一旦直至某一刹那际，一念间，因此无上是行不到处，故无形成可及，即无期限可言，只是在无心三昧中啊，突然触着、碰触、摸着向上的观力子，刹那相应，就即心源，岂如离业心？故人一旦开达明彻，开心开，达了达，明明白，如心性明理的说是动然明白，彻透彻，彻悟，所悟者何？只是自然中自然相，妙不可言呐！啊，《楞严经》有个比喻：狂人迷失本头，狂走寻觅，是不自然。一旦狂歇，歇即菩提，本头完在，何等自然！这个几句，把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讲绝了，妙绝了。深深体会，像念老所说的，何等自然！我们今天希望，我们能够契入少许，怎么契入？用这一句佛号，海鲜老和尚念佛，我们在他念佛功夫当中，体会到三种自然，就是自然契入功夫真品，自然契入事一心不乱，自然契入理一心不乱，
所以他最后为我们实现是自然往生极乐世界，何其自然。那我们汉学院希望我们教学的理念跟方法能回归到过去古圣先贤教导我们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这何等自然。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何等自然。不需好丝毫勉强啊，啊，今天我们学到此地，下一堂课从信心明者读起，啊，也就是890页倒数第三行，我们从信心明读起。这话很有味道啊！这就是什么？逐渐咱们不会用真正的，向真正靠拢，向这个方向靠拢。啊，总靠在这边，不要远离。啊，要懂得禅宗里头主中主的味道，那就是自然中自然相。啊，怎么开悟的？你用这句话告诉他：自然中自然相。你看，持戒。自然的，没有丝毫勉强，信的嘛，怎么忍心杀人害人？那个不自然呢？怎么忍心骗人？那也是不自然的。啊，遵从圣贤教诲，自然的。这种美德的时候，全是自信的本有的，不是外来的。啊，智慧、神通、自在，样样都是自然的。说到自然，就跟自信、跟真心连在一起了。只要用真心，用久了，不知不觉，自自然然。其味无穷。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